姐妹们，我是金慧，我目前还在武汉汉口这个疫区，我向大家汇报一下，目前我们整个湖北，甚至全国的疫情情况。现在已经有9万多人次，这个病毒的传染几率是多少呢？就是一个人传染之后，如果说他没有被有效的隔离的话，或者说进行有效的治疗的话，他会传染给他身边的14个人，那么这个基数就很大了。现在正值春节假期之际，天南地北的亲戚朋友、子女都往家里赶，都是为了合家团圆，在一起吃一顿团年饭。现在情况特殊，我希望大家不要出门，不要聚会，不要聚餐。春节年年有，只要人平安，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在一起。我现在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湖北省医疗物资情况。现在武汉市整个医疗系统及湖北省的整个医疗系统都已经越过了我们的上级卫计委及各个行政部门、市政府、省政府，透过各大媒体在向社会发起物资募捐。这个物资是医疗物资，比如说我现在戴的护目镜、戴的一次性的口罩、